没看过有人玩这个，你说起点吗？因为起点玩起来麻烦了，大家不喜欢吧？但起，可是起点其实蛮强的，我觉得。上次被这只一追，连技能都没开，他就把我请出去了。这只其实蛮麻烦的，如果没有队友帮你的情况下，然后他如果很会玩的话，这只其实一打一蛮强的。一定要走上来放，喂，那怎么放不下去？很好，那个位置不给放，不知道原因是什么。还敢继续修啊？头都给你敲破。他在这附近，不是啊，找到了。打针队好了，如果真的想全抓的话，就乖乖打针队好了。附近一根钩子都没有，钩子怎么这么远？拿电锯的新鬼，有比例吗？奇怪，他们没有烧那个配件，钩子怎么还离那么远？你们看起点一打一的状况就是长这样，队友如果不帮你解那个背上的那个包子，一刀，然后就是继续梗，一直贴在脸上，然后他就一直传，一直传，一直传，你就很难溜，你就变成说要一直浪费板子让他破板，很浪费板。啊，可是如果有队友帮你会好一点点，但其实还是很麻烦。先踢完再飞。痛扁，Stop squabbling, unit has an intestinal worm.
哎、欸，奥特曼是船里面，真的。很显然，这些人不知道这起点这只鬼怎么打，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会干嘛。鞋子软，感谢35个月。Genetic material ready for transport。甲板为什么不会？因为超载状态下，这只鬼传送完，我画面绿绿的时候，那时候叫超载状态，那个时候被压不会晕眩，然后互动速度会变快，就是翻窗、踹板这些都会变快很多。上面有一只，大家走到地下室了。虽然只是猜的，没有。刚刚我现在画面绿绿的，他下板子，我踢板子就很快，你看到吗？那台快被修完了，不过没差吧，给他们修吧，反正才被修一台而已。人类看超彩是怎样？就整个鬼绿绿的、啊。反正那个鬼就是传送完，它会有一小段超载时间，它只要传送后就会绿绿的。被一直传上无敌，人类要怎么应对？所以我说要有队友啊，队友要帮你拿那个魔法棒，帮你解附近的那个农包子跟那个监视器，一直解，一直解，一直解，他就要花更多的时间上你的状态才能继续飞。这次有扭曲，猎物有扭曲。打完了，手打破皮了，怎么会打到破皮？打泰拳不会那个吗？就是绑那个叫什么来着，类似绷带的东西吗？下棋哦，我觉得下棋应该是 T2到 T1 之间吧，因为他那个右键惩罚真的太小了，又可以藏心跳，然后打板区的心理又特别容易。
跑掉了吗？他跑掉了。没砍到，好烦哦！怎么钻不过去啊？为什么这个墙壁都不能射啊？那、no.。这个墙壁搞一个头有点小晕呢、欸，哎、欸，完了，我的那个超载还没结束。这边要拼运气了，这个感觉有点远，也好，因为这个有可能会被他跳下来。哎，没有，这边有根筋。